今天我们在屏东用600元就可以体验深耕20年的在地烧烤店，烧烤、火锅、新鲜海鲜，各种肉类，该有的都有了。你看完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回到屏东这里了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一家餐厅是明洞烧肉馆。还记得我们上次有去吃这附近的公牛队吗？他这家烧肉店，他跟公牛队都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了。而且我们上次吃公牛队的时候，我们对他印象是不是还蛮不错的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一下他的烧肉店了。然后也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我们老家这边的餐厅到底是什么模样呢？就有机会来屏东，也许可以来试试看呢。那等一下我们也进去吃吃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！ 600元没有收服务费，算人数的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单人消费一个人就是中餐的一个人是630单。那附近一个火锅有原味锅跟养生的，你们想要哪一种的？只有养生。我们这边水果跟沙拉的部分是在这一边点的，看想要吃什么，从这边看一看，写过来这里就可以了，我们都会送过来。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然后我们刚一踏进店内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这家店的诚意，冷气。在屏东吃饭，我们只要到一个没有冷气的地方哦，我们夏天会吃得非常非常的炎热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跟他点些餐，再去拿一下他现场的东西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刚刚点的东西应该都来了。而且说今天我们来到这家烧烤店，它是韩式烧烤，它提供的烤肉是铜盘烤肉，我就觉得说等等配上这个火锅应该会很有戏哦。你再喝喝看它这个养生锅的味道啊，
它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火锅汤底制作方式啊。那我们带壳海鲜部分呢、啊，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它水煮下去就好了，不然它这个烤盘的大小真的要这样弄，应该今天会来不及吃完吗？啊，我觉得它这个肉需要刚刚拿的烤肉酱的资源的啦。店家自己做的酸甜酸甜的烤肉酱，它沾上这个肉，它让这个肉除了肉香之外啊，又附有了额外的香气在上面。天哪，我们吃这个烧肉其实还蛮忙的。我觉得这个羊排也是需要沾这个蘸酱啊，不然它本身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多肉的香气啊。虽然说吃这个羊肉嘴巴很累，但是这样拿起来啃，真的还蛮爽的。各位啊，它这个虽然已经有点焦掉了，可是它的肉质还蛮软嫩的呢。这个无疑是一个很加分的口感呢。哎，我们大口吃起来啊。我们接下来就让这些肉烤它自己的吧。
它这白虾有新鲜呢。好了，还有我们刚刚烤的肉，它最后全部变成炒肉了。我就想说，我们今天吃这种有火锅又烧烤的东西，就是肉不要生，而且也不要太焦，这样就好了。虽然我已经吃不出来它这些肉到底有什么差别，不过吃起来吧。这就是我们很常见的花枝贝啊。感觉他们需要这个蘸酱的资源呢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料理了，我们再跟他点一些东西来吃吧。谢谢。各位啊，我们刚刚画了一份蛤蜊跟海瓜子，结果他们就把这一大盘给排到满满满的。这也太丰盛了吧。Hello, 小菜哦。小菜哦。看一下哦。有喜欢的话都可以直接拿。哦。饭菜。是说他今天这边现场会有桌边送小菜的服务了，可是我们刚这样子一轮看起来啊，我们直接把他的蛋菜 all in 起来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刚刚跟他点的第二轮东西都来了啦。还有说他这火锅刚刚里面有这么多的青菜啊，我们把它放到这回合是加去煮哦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这边还有两盘肉也送上来了。
这种有带酱的肉啊，以我们之前吃烤肉的经验哦，它就是要放在火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区域范围啊，不然它的这个烤酱它很容易就焦掉 ，get 在上面呢。哎，哦，谢谢。哎，哦，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没送上来？还有刚刚我拿的这个，这边竟有孜然粉呢。一撒下去，它那个香味就砰的飘出来了，好香哦！还有说，它今天这些脏器类啊，它应该本身都是熟的啦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放上来加热而已。可以自己控制，就是你觉得板子太热，温度太高，可以自己关小火一点烤。那上下去的时候先不要翻，像它半熟肉片会稍微有水分跟油脂，那这样烤起来比较轻松，肉也比较嫩一点。那这样就可以吃了，但是肉比较不用烤，稍微好吃。像这种猪肉就可以稍微把它烤焦一点、脆一点，就比较香。哎，各位啊，刚店员他人非常的不错，他看到我烤的这些肉都一直都感觉干干柴柴的，他就直接把我们桌上的肉拿起来烤下去，然后示范给我们看，就是感觉他烤跟我烤那个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吃烤肉，千万不要一个人来吃啊！要来吃一下我们刚刚弄好的大肠啊！哦，它这大肠好油好嫩哦，而且它本身也卤得非常的够味耶。好，那我们烤好这些东西，我们先给它放着放凉了。我们来吃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蛋菜。它本身这个蛋菜底子是不错啊。只不过它上面给的这个蘸酱，谁是给的？好像有那么一点多，所以整个吃起来几乎都是这个酱的味道哦。
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微醉的部分呐、啊，这个非常，它是用炸的，在你嘴巴里爆炸开来，哇、哦，好油哦！还有这个鸡腿排部分呐、啊，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吃起来跟公牛队的差不多，不、哦。它的腌料味道非常的重啊，又很甜，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部分需要做加点吗？嗯，不用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沙拉爸爸的那个水果单也是好了，各位，是说我们的用餐时间已经快要到了，我们毫不客气的七里香串。那我们今天火锅还有烧烤部分就到这边了啦，来吧，鲑鱼肉。日本西鱼。我觉得它这个非常非常的适合配酒哎，沾上甜酱油铺上来烘烤，整个吃起来是非常的香哎，而且口味是非常非常的入味啊。我觉得前面、中间都很完美，做到最后这个青菜部分，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。我们等一下就去结账，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万峦这里了，万峦。还记得我们上次来，应该也是2年多之前的事情了。哦，好怀念哦。尤其是说在屏东这个地方，每个角落都有它美丽的风景，还有属于它的故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明洞烧肉的想法吧。我们今天用餐费用是630元，只不过他今天这个收费所提供的食材还有环境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就是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沙拉、水果跟刨冰，我们必须要划单跟他点。只不过今天我们吃到最后啊，因为那个菜我们把它吃下去，我就觉得哦，我们的战力瞬间瓦解。如果他的火锅上来，我们可以选择里面的配料的话，甚至说你就直接给我们高汤叫也可以。但是他这边基本盘一上来就是给你青菜一大坨，我是觉得，我们花费洪荒之力才把它吃掉了。
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哦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